你想干嘛？行啊，抢生意都抢到我杨文宝头上了。站住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哪公司的？你老板姓什么叫什么？我没公司。没公司？那你行啊！没公司都能把这么好的生意弄到手，这样，愿不愿意到我公司干？鄙人呢叫杨文宝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是这个家纺保洁公司的这个经理，我叫杨文宝啊，来了，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公司啊非常人性化，而且尤其尊重女性。怎么样？你只要把这个生意介绍到我公司来，我保证每月给你开的这个月薪是非常高的。愿不愿意？不是你愿不愿意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你不就想要钱吗？我给你。你这人什么素质啊？啊，懂不懂得尊重别人呢？愿不愿意到我公司来干？愿不愿意？这位太太，你已经给过我钱了。易阳，阳阳，阳阳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是说把我扔在福利院门口是没有办法的事？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难，我不能够带着你嫁给那个男人，所以我把你送进了福利院。本来想等我一切安定下来了以后再来接你，这并不代表我不要你。后来，我几次跑到福利院去找你。当我看到你跟那个卖煎饼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放心了很多。从此以后，我一直偷偷地跑到他家去看你。我看到你跟那些男孩子玩得很开心，我看见你抱着小熊在巷子里面跑来跑去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你给你的养父去送饭，我还偷偷地跟了你一路。可我需要的不是一双跟着我的眼睛，而是一个陪在我身边的妈妈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你也看到我现在丈夫他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骗他。我原以为过一段时间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洋洋，你要给我时间，你听到吗？时间已经都过了18年了，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对你的感情
只是建立在小的时候，在我五岁前的那点记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纠缠你了，因为我对你的感情根本就没有什么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洋洋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别碰我。你回去吧，你的丈夫可是个很敏感的，千万别露馅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是你吗？说话呀，孩子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多少钱？60一天。我能看看吗？可以，请这边。这是最便宜的房间，60一天，满意吗？谢谢。
位女人同志们，咱们公司的服务宗旨呢，就是高效、快捷、周到。下面大家跟我一块念：我们要创五个一流，我们要创一流的专业技能，一流的专业技能，一流的保洁质量，一流的保洁质量，一流的服务意识，一流的服务意识。妈，我是来应聘的。你出去，你先出去，出去。一流的员工管理，一流的员工管理，一流的信誉保障，一流的信誉保障。看明白了吗？会干了吗？别老点头，会还是不会？没问题，会。那个，你们三个注意了啊！今天啊，一天无论多晚，把整个这个公司玻璃都给人擦干净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不是的，这么多。啊什么呀？能不能够尊重我说话呀？跟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亏待过你们吗？啊？多付钱干脆，这不给你们加一人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行，那谢谢了。你们三个那个，我带给他啊。嗯，好嘞。能干吗？能。那有工具，先拿着照样擦擦，我看看。好。